将军，将军啊，啊，将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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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我的伴奏，哪怕我已经被看透，哪怕我双手在颤抖，暗流涌动着，真相被隐藏在漆黑如深夜的谷底。你是否愿意同行，穿越过沼泽丛林，再怎么深，会有着前行的灯。不管这探索多昏黄，会有个崭新的世界，黑暗不肆虐啊，就跟着我奔向着真相，不会松开手，不会松开手，不会松开手。看得清。文静，没事啊，开快点。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用啊？你赶紧带他上医院去。可儿，要你这个爸爸有什么用啊？从他出生到现在，你带孩子在生病的时候，你陪过他几回啊？我只能趁周末这点时间加点班，马上就要开庭了，我整理材料呢。你既然这么忙，那你就不要结婚，不要孩子啊！我先不跟你说，我真的没时间了啊！先这样，先这样，赶紧上医院啊！喂喂，尹川。江文静住院了。好，好，我现在过来。好。文静没事吧？就是吸了点浓烟，医生说没什么大事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你这手没事了吧？皮外伤而已，没事儿。啊。咱俩之前见过吗？你没见过我，我见过你。钟颖的案子，我在旁听席听审。我是江文静的同事，我叫严律。你们俩挺熟的啊。算熟吧，上班天天见。我们俩也挺熟的，他住我对门，也是天天见。哦，对了，有一次他还在我家待过一夜。这样啊。
那你们是真熟？反正还行。就是待过一夜嘛。他在你那儿待过一夜，还是你们比较熟？电话。喂，余初。严律说，幸亏人救出来的及时，没什么大事。张浩龙跟我说，火已经扑灭了，但是起火原因还在调查。路口的监控拍到，霸凌案的那几个孩子，跟江文静一起进了仓库。小江不是已经退出这个案子了吗？这几个孩子找他干嘛呀？你觉得他会这么退出吗？他是被踢出去的，你以为他会甘心啊？说不定私下还在继续调查。那会不会小江查到了什么对几个孩子不利的新证据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。那这火会不会是这几个小孩放的呀？现在什么都说不好呢，那等会儿见到人问了就清楚了。怎么起的火啊？江文庆为什么要去找那几个小孩？具体我也不知道，应该是发现了什么新的证据。证据？是那几个孩子发现了什么证据要给江文庆，还是江文庆找到了什么证据被那几个孩子发现了？不太确定。任律，任律，没事吧？你让我看看你，你手上次的伤还没好呢。我这伤没什么大事儿，倒是严律。哦，严律是文静的同事，这是祝锦，我助理。江文静家属，麻烦去取下化验单。我去吧，你们刚救完人。还需要休息。你们很熟啊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待过一夜的啊。哦，你说祝锦啊，我俩是同事啊，天天在一块儿。那你们也相当熟悉啊？没那么熟。报告交给江文静的家属。没事，那你先回去吧。是你同事吧？
他还好吗？他挺好的，东西落在公司了，所以先回去了。哦。没什么事儿，你也回去吧。我再待会儿。不用，这儿有我一个人就够了。那也行。尹处、余处，你们来了。他怎么样了？还没醒过来，但是已经吸完氧、输完液了。医生是怎么说的？医生说他很快就会醒过来，但是希望他能够在医院多待两天，观察一下。那就好。他今天去学校了？是，他去学校了。但是具体是为什么去，我也不知道。没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儿子今天一天都待在家里，没有出门的，怎么可能有他呢？对了，哎，孙律师也在家，看，他可以作证的。好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啊，我再请你们协助调查。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张警官，你吩咐，我们随叫随到。啊啊，好，哎，张警官，哎，哎，警官同志，哎，慢走啊。说，说，今天做什么？你现在应该告诉我们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今天检察官的事情，跟你有没有关系？啊？快说！不是我，不是你，你是没露面，但人家警察说你那几个同学今天约了个检察官出去，还点着了火，差点出人命。你敢说你不知道？现在人家警察正挨家挨户的对峙呢，这么关键的时刻你怎么想的？居然去让他们招惹一个检察官，还闹出这么大的事！说呀！这忙前忙后的赚钱，你给老子就知道捅娄子！这事儿我真不知道啊！什么检察官？什么检察官？我跟我都没有关系。哦，小兔崽子，到现在还不说实话是不是？硬啊！你跟老子说实话，怎么回事，大林先生？啊，先冷静一下，你先冷静一下。如果这件事情你真不知道，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了他们想反水吗？啊！说实话！啊！够了！够了！够了！为什么每次有事都往我头上安？这次事情真的跟我没有关系啊！他们凭什么要反水啊？当初是你让大家一起串供的，现在他们跟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你想打我是？打呀打呀打呀！我告诉你，以后你再打我一次，我把心脏捅出去，大家谁也别想好过。我宁愿待在监狱，也不愿意待在家让你打。我跟张浩伦打过电话了，他说那五个孩子已经找到了。他们说只是想跟江文静聊聊，但还没聊就起火了，并且他们说火不是他们放的。他们的话能相信吗？张浩伦说，监控录像除了拍到那五个孩子之外，在起火前还有一男一女从仓库跑出来。目前起火原因不排除跟那两个人有关系，公安已经介入了，正在找那两个人。即使火不是这几个孩子放的，可是他们单独约小江在这么偏僻的地方见面，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可疑，他们肯定是想从江文静身上知道些什么。我刚刚从微信上联系了几个孩子的代理律师，没有任何新的证据递交，所以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江文静在学校知道了什么，恰巧被这几个孩子发现了。目前我们的调查取证没有什么进展，因为学校的调查范围不是老师就是学生，
好在老师方面没有什么收获，那么我们基本可以确定是在学生部分。钱青青，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王朝元生前的同学关系并不复杂，除了参与的那七个人之外，剩下的就只有钱青青了。没错，钱青青跟死者生前是同桌，他很有可能掌握了什么重要的物证，或者什么重要的信息。不过我之前找他聊过了，没有任何进展。难道说是江文静问出了什么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几个孩子接下来会不会针对钱青青？应该不会。今晚差点出事了，警察又找过他们，他们不敢轻举妄动。以防万一，我还是给钱青青的爸爸打个电话，让他多留心。这几个孩子也太大胆了，还敢约江文静出去？难道他们还想阻碍检察官办案呢？阻碍倒谈不上，他们肯定是发现江文静接触到什么关键证据了，他们想在证据被固定之前，先掌握到他了解的是些什么。他了解了又能怎么样呢？有可能是为了掌握主动权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仓库里的那几个孩子少了一个呀？李明启。张浩老跟我说，李明启一晚上都在家，没有出过门，而且那五个孩子也承认他不在现场。李明启，难道江文静真的查到什么未知证据，让那几个小孩动摇了？有这个可能啊。很明显，他们之前的证词是被人设计的，而在这个时候找到江文静，很有可能是怕新的证据影响到旧的证词，出于自保，不惜供出李明启。我给钱月打过电话了，他说他会留心他女儿的。你说我们要不要单独约这个孩子谈一谈？直接去找钱青青不合适啊，毕竟这个案子是危险的。要不然还是我去吧，对于大家而言都方便。哟，这么晚了。你们都回去吧，我留下来照顾他。不用啊，我在这儿陪着他就好。你是男生，我留下来会方便一点。就让任律师留下吧，他是江文静的房东，又住他对门，而且他俩还特别熟。你们拿主意吧。那就麻烦任律师了。不麻烦。我给小江父母打过电话了，他们外出，正在赶回来的路上。那辛苦了。不辛苦，我们走了。任天宇，体系那么足，恢复的不错呀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不对，不对，我怎么在这儿啊？你这个问题问的很精准，说明脑子没有坏。那场火灾还记得吗？你吸了好多浓烟，是我把你救出来，在这儿陪了你一晚上，
火灾。啊，对了，任天宇，你现在在医院，你是一个病人，你的主要任务是把病养好。还有，我提醒你，现在你跟这个案子已经没有关系了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还有问题吗？休息。躺久了腰疼，坐起来休息会儿。哎，不用，别动，我来。哎，真的不需要，我就喜欢平时那样躺着的，这样躺着我会头晕的。你真的没有？我还没有刷牙呢。没关系，因为你还没洗脸、没梳头、没洗澡呢。睡睡睡睡睡出去。傻的可爱。哎，任天宇，我可听见你骂我傻了啊。我还说你可爱了呢。可爱？哎，去哪儿啊你？哎，嘘，都不过就跑。什么啊，混蛋女子啊？豆浆要不要甜的？要。觉得还是可爱多一点吧。追不回来？什么叫追不回来？我投资一个黄一个，而且都在同一时段。这样吧，你让我先想想，晚点再跟你说。日记，他写日记。什么日记？谁写日记？王朝元，王朝元他写日记。喂，严律师。哎，护士小姐，我想问一下。稍等一下哦。好，行，没问题。好的，我这就回来。你刚才问什么来着？有一个叫姜文静的，姜文静出来，姜文静是吧？我查一下。叔叔，哎，小仁，终于又见面了哈！哎，我们家文静怎么样啊？碍不碍事啊？放心吧，叔叔，医生说他没有什么大碍，就是得留院观察一两天。哎，辛苦你了。你看我说什么？说这工作很危险的，他偏不听，出事了吧？这位是文静的妈妈，哎，这位是任天宇律师，我跟你说过的。他就住在咱们文静对门，昨天就是他救了文静。谢谢任律师啊。客气了，阿姨。你知道我们家文静住哪个房间吗？他就住在那个房间。就在那是吧？对。那我先去了啊。赶快去。叔叔，我先回去了。啊？你不跟我们一起进去啊？既然你们都来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哦，那你不进去跟文静说一声吗？您替我跟他说一声，我那个律所还有点事儿。哦，对了。这是我给他买的早餐，估计也不需要了。哎，需要需要，怎么能不需要呢？我们家文静可能吃了，这两份还不一定够呢。老钱啊，快点啊！来了来了来了，那回见。好，回见回见回见，再见啊！哎。哎呦，看看我的宝贝女儿伤在哪儿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不是你们那个处长给我们打电话，还不知道你受伤了，没事儿。这事儿以后可不能瞒着我们，知道吗？哎，闺女啊，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以为是小仁来了？其实我们在走廊里碰到他了，他单位有事儿先走了，他让我把他买给你的早点带过来了。哎妈，你别扒拉我了，我真没事儿。医生不都说了吗？你别担心了啊，要我别担心呐。好，马上辞职，立马搬回家住。
妈，我们不是都说好一年了吗？这才几个月呀、啊？而且我房租都交了，不能说退就退吧？这一年的房租能有多少钱呢？我们家又不是付不起。你要是不方便说啊，我去跟房东说。不是钱的问题，这是诚信的问题。不是钱的问题，那什么问题呢？啊？总不见得那个房东不让你搬？不是不让搬，是有人呐压根儿没想搬，是不是闺女？什么呀，哪有的事儿？哎呀，爸，你给我带了什么好吃的？快，我看看。那个呢？是小人给你买的包子、豆浆。哎，这个呢是老爸给你熬的鸡汤啊。你要先吃哪个呀？两个都吃。嗯，哼哼，我闺女真是傻的可爱啊。爸，你这意思到底是傻还是可爱啊？是又傻又可爱。那不等于没说吗？吃吧。知道王朝元写日记的还有谁啊？我，钱青青，其他人我也不太清楚。这案子有转机，你先回去吧。看来吴总有话要单独对我讲呀。这场官司必须要赢，后面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去做。有生意我肯定做，但是今天我要先去趟王朝元家。去那儿干嘛？说了，我不会原谅吴博文的。你走吧。我没让你原谅他呀，我让你签谅解书。我说过不可能。他吴博文休想脱罪，伤害过我儿子的人，一个也跑不了。他们全部都进监狱。他们？你觉得你有这个能力吗？什么意思？你明明知道吴博文不是害死你儿子的幕后主谋，为什么还要咬住他不放呢？因为其他几个人都串供了，很有可能都判无罪，你咬住他一个人总比全都漏网的强，这就是你的想法，我猜的没错吧？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这样做只会让这场校园霸凌多一个无辜的受害者，真正的幕后黑手还是会回到学校，还是会欺负其他的弱小，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你不想替你儿子讨回公道了吗？我想，我当然想。可是我只是个平常老百姓，我怎么跟有钱人去斗啊？朝元，爸爸对不起你呀，活的时候我没有好好照顾你，你死了，我也什么都做不了，我对不起你啊，朝元，爸爸不好，对不起，爸爸没用。王先生，你可以的，只要你想。亲生儿子，你心里头比谁都难过，但是他现在已经死了。我们现在首当其冲要做的是把这个幕后主谋找出来，让大家知道你儿子受了多少委屈，替他还一个公道。我说的这点你赞同吧？
那我该怎么做？把他签了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你是吴伯文的律师？我是吴伯文的律师。我要判他无罪，就必须得把幕后主谋找出来。这一点上，咱们两个的目标是一致的。相信我。文静啊，你跟那个任律师认识多久了？没多久。没多久是多久啊？爸，你别再笑了，我真的吃不下了。怎么不削了？苹果多吃一点嘛，它又不占地儿。快吃快吃，你俩苹果还剩这么多呢。没多久，你跟他熟吧？嗯，还行吧，也挺熟的。哦，那下周末请他到我们家来吃饭吧。哎，这个可以有。妈，我俩不是那关系啊。什么关系啊？啊？他不是救了你吗？我想谢谢他，请他到家来吃饭，没问题吧？嗯，我还以为你误会了。我误会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吃吃吃吃。爸，你真的别再笑了，我真的吃不下了，好吗？这有什么？水果多吃点，既美容又健康。是，多吃点没问题的。妈，你公司是不是还有事儿呢？要不你们两个先回去吧。哎。要不你先走吧，我在这儿陪闺女啊。你先回。这凭什么你在这儿陪闺女，我不能在这儿陪她？哎呀，我不是不让你陪，你看你主外我主内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一天不上班，我就在这儿待。不上班怎么能行呢？公司那么多事儿，你不上班。公司那么多人呢，没事。哎呀，好了，你们别吵了，我周末回家吃饭，行吗？好，说好了啊，周末回家吃饭，老爸给你露一手，做几个好菜。千万别忘了带上任律师，人家可是你救命恩人。嗯，我们走了。赶紧休息啊！哎，把这香蕉吃了，香蕉吃了啊！别啰嗦，别啰嗦。刚刚那个张老师说你要转学了。嗯，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在校了。那个姐姐她怎么样了？你听说了？听说了一点，但是不全，说是意外着火。昨天警察叔叔给我家打电话了，我爸有些害怕，说考虑要搬家。我们打算搬去。你不用告诉我，你爸是要保护你，他做的没有错。听说王朝元生前喜欢一个人待着。嗯，他说过，他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会有安全感。也许他现在真的去了一个有安全感的地方。也许他现在很快乐。你们俩关系很好。嗯，下周三就是我生日了，他说过要给我庆祝生日的，可是你想帮他吗？我能做什么？他有一个日记本在你这儿，对吗？是。如果他早点得到帮助的话，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
没关系，我知道当初你也无能为力，不过现在你还可以帮他。 哎，姐儿，男主说女主傻是什么意思呀？这还用说啊？男人说女人傻，就是好上手的意思呗。你这什么电视剧啊？我也想看看。我怎么觉得这个女主特别像你呢？怎么可能啊？我又不傻，反正也不聪明。就你聪明，就你聪明。 这个女主不会是已经爱上这个男人了吧 ？No， 怎么可能啊你？看你也看多了吧。我又没有说你，我说的是女主。你这么激动干嘛？好了好了啊，我接着看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拜拜。 谁让你出来的？我吃的太撑了，我把我爸给我带的鸡汤，还有你带的包子、油条全都吃了。你爸妈回去了？对啊，他们要再不回去，还指不定喂我吃什么。吃不了还吃这么多？那鸡汤是我爸一大早起来熬的呢。那你可以不吃包子和豆浆啊。可包子跟豆浆是你买的呀。我买的，有那么重要吗？ 姐姐，你肚子里的是小弟弟还是小妹妹啊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孩子一天到晚就想让我跟他生个弟弟或妹妹。小朋友，姐姐的肚子里呢，既没有小弟弟，也没有小妹妹，她肚子里是八个包子，一碗豆浆和一锅鸡汤。妈妈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呢，姐姐没有怀孕，姐姐只是吃撑了。啊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是我误会了。哎呀，走吧。 妈，包子也有小弟弟和小妹妹呢。笑什么笑？有那么好笑吗？啊，你还没说呢。消息到底是什么呀？是案子有结果了，还是你从什么非法途径获得了保密消息？别把人想那么坏，好不好？你倒是说呀，什么消息啊？因为新递交的证据，霸凌案被退回到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了。我明天下午要去检察院参加听证会。什么听证会啊？ 不起诉听证会，检察官认为证据不足，要对吴伯文进行存疑不起诉。存疑不起诉？你明天不就出院了吗？亲自来听一听啊。诸位，这位就是死者的父亲，王彻。 在了解了整个事情之后，他签下了谅解书，而我方也有了新的证人。进去吧。主持人，我反对。明明去辩护人，今天是对吴伯文不起诉进行的听证会。 因为涉及全案事实，所以我们请了要另案处理的其他嫌疑人和辩护人参与听证，请你遵守听证会的规则，听从主持人的安排。钱青青，死者王朝元在生前有一本日记在哪里？在我这里。王朝元出事前一天交给我的，让我要好好保管。我当时没想到他要。 孩子，他的死不是你的错。日记的内容你还记得吗？日记里说，李明启一伙霸凌他很久了，他知道吴伯文是被胁迫的。请看大屏幕。
对，就是这本，原稿还在我这里。我想这个日记里写的已经很清楚了，真正的校园霸凌者是李明启，而我的当事人也是被霸凌者，并不是施暴者呀。反对，主持人，钱青青之前接受过检方的询问，他根本没有提到过日记本的事情。所以李明启辩护人，我再次的提醒你要遵从本主持人的安排，不要轻易发言，好吗？如果你不能控制自己，不能够遵守听证会的规则，那就请你出去。之所以钱青青一直不敢说出实情，就是因为她受到了李明启的威胁，而李明启威胁的还有吴博文，还有王朝元，这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？吴博文辩护人，我也要提醒你，你刚才所说的是不是威胁，是不是构成违法犯罪，还在补充侦查的过程中，所以请你尽量不要过多的论述。好的，主持人。在崭新的世界。